严墨，你说我和可乐从这儿倒下去，他能不能掉到一楼？无不无聊，试试嘛。这么厉害，你给我试试。结束了，你们可以暂时休息一阵。老师，要不我们去野炊吧？哎，我觉得可以。班长的这个提议不错，爬山既能强身健体，又能陶冶情操，观景舒怀，正好。回来写一篇吹后感。We'll be right back.
对方与别的异性同学往来，就会心生不满和嫉妒。直到对方成为自己的牵挂。谢谢你给我补课。